所以刚才这里是可以放东西的，还有一些特效那种，还可以下一些雨或什么的。就从这里，那种影片特效那种。今天3D 这个，所以就可以放一些东西进去里面。然后这里是控制那些那个移动的，然后这里是控制左脚、右脚，这是骷髅头的左脚、右脚，还有他的身体在这里面，然后还有 Steve 的身体可以动。在这里动，这样移动，大概可以这样。然后呢，你还可以加一些那种，忘记，你知道你现在在 YouTube， 是讲给你听的，你还要过来，然后就可以从这里，就还可以调一些东西出来。就是一些像 diamond， 都要 diamond 类似的。你不看了，看成品。成品这只是那个范例，没关系，你就看范例。傻鸡，这 diamond 就是。就他们要放进去，然后就把它用在上面。然后后来就炸掉，然后就炸到自己，然后剑就插到自己上面，然后就大概这样。你就可以控制这些，这是一些字，还有那个特效，好多东西哦。成品大概就像这样。好，你可以放到 YouTube 了。对呀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，这个怎么？这个要怎么放到 YouTube？ 行，那就先这样。好久。那它是飞过来，那就把它砍死，大概像这样。好。那这里就有一些可以这样做的，啊，大概就这样，啊。傻逼。